哦，行了，哎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OK，我们又来到我们这个逃离监狱了。我们来到第二集，我是托米西。记呢，各位，当我们在下线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呢得空没事做，他要大便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水倒进马桶。哦，要死了！有 bug 啊！喂，哦，你出来，OK，再冷静一下，OK，再讲回他这个点妞，他去大便一下，然后他就放水去里面，然后就接下来给他解释什么事情发生。然后这里呢，我按了这个 button 后，它这里就无端端碰出这个 key 卡出来了。哦，你看你，啊，那个变，看我几神奇，那个变的我都会搭出一个，不错，我们的逃狱高手，那个变都可以弄出 key 卡出来了。放个错，记得放第一格啊！记得是放第一格啊！OK，我们来餐厅。OK，我要吃东西。没有东西的喂，那个箱子里面。我有金呢，你多金点，拜拜，多金。喂。你看这个篮球场。你看这个什么毛篮球场啊？毛篮球场，喂，等，我进这来。我这个篮球场，这个比较像足球场吧？这个喂。我也不知道哦。这里有一本书的喂。你们继续啊，我帕克一下先。帕克，哎呀，喂，帕克，过来。喂，点妞，我知道你帕克厉害了。乖，这里篮球场那个篮，你所谓的篮球场，你上来这个楼梯，你上来这个楼梯，然后你就看到了。哦，哎，现在这样嘞，我看不到嘞，嘞，嘿，嘞啊！跳到第一格，跳不到第二格，你看，我跳不到第二格。我觉得我们这一个怕我们还是怕扣完了才回来呀，不然要观众看很久啊。哦，痛！来，神又赐给我魔力了。喂，神又赐给我魔力了。啊！哇，我跑过第二个。Oh my god! Okay, 我需要momentum这个东西了，天哪！各位，经过千辛万苦，我又跑到上来了。他们两个在下面看着我，那只好我自己一个人进去了。我只看到，喂，这个什么地方黑黑的，喂，喂，很恐怖啊。OK，我都来到了，哇，我好厉害哦。哦，什么鬼？你看这个什么鬼黑黑的地方？我给你了喂。哎，谁有手电筒？嗯，我看一下。我的那个亮度已经开到100啊！哇，啊，随便走。哦，我看到青金石。喂，喂，等下嘞，有一个亮片出来耶，我肯定会跑的。进来，You are just before to turn off。Oh no！ 又是一个妹子啊。OK，我们是由左法则，我们走麦克走迷宫就是这样，要记住这个，不然哪一个 YouTuber 教我的？左，总之有一个 YouTuber，有一个 YouTuber 教我就对了。现在什么都看不到而已。谁有手电筒？我可以变出一个火把出来吗？我只看到我的手吧，我看到你了。等等，因为我飞过来这里了呗。
你这样飞过去的喂。哦，等等等，要八扣要八扣 ，OK。对。可走到哦这里，哦哦变白色啊，终于，哦。白色了 ，OK。拜拜了，哦哦 ，get 快你进来 get， 哦我们这有一个箱子 ，OK 新五不要读新。什么事情啦？这个就对了。为什么还离开游戏呢？我们就。嘟。嘟 ，NG。OK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突然间少了一个人呢？对，刚刚那个 NG 的画面，因为他那个 Git 呢，他太过怕黑了，所以他就。自己 automating 弹出去了 ，OK， 然后 ，OK， 我们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监狱那么黑吗？因为他自己是写黑暗的监狱 ，OK， 走。哇，你看这里有一个，他自己。各位，我发现我走走下这里，这个门不来锁，我蹲蹲下，这个门就自己开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哦，这个是新来的，新，那他自己有一个按钮写，传送我去这个 S 这个出口，然后就赢这个游戏。还有这个是这个什么不相信。我们不相信你，不要安心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我的礼物了，那个 OK， 这礼物可以兑换 M， 我们来说吧。回去呗。好吧，我们下午回来，我们回去了，然后过后来弄点东西，然后再。OK， 我们回到去，我们回到去再什么吧，各位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回到了这个篮球场了。我们经过那个很长的迷宫过后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回那个什么鬼地方？什么鬼地方啊？那个叫什么保护区二？我们肯定都没有开门，继续走啊。这里好像没 Amber Block 哎。那先。这里没 Amber Block 啊喂。现在我上去。然后又怎样？然后我们要卡机啦。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各位观众，我们要经历哎，怎么自己有一个哎？那先，这个箱子开得好哎，我拿到这个哎，你看我手上吗？他自己写爆炸物，我手上有一个爆炸物，你看，他命名叫爆炸物。啊？这个东西。不懂，他在那里写爆炸物来哎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又没有解用在哪里哦。啊，我们要回去啦。哥，我们要回去啊。准备要 parkour 了，各位，一，哎，那个 parkour 哎，我们就跳过这个画面吧。各位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这个最后一个。各位，我们又回来这个地，我们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他那个。啊，毒品啊！是我换出艾森。毒品啊！秘书，啊，这艾森秘书的，你的球呀？还有。他就是讲，因为他就叫我们，对，我们都会在这里，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这个 lever。另外一个是一个那个篮球场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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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简洁的开始。OK， 我们去找那个青，不是说离青的了，是绿宝石。喝水。喝水没完了，我放个炸弹下去。我手上拿着一个 explosive 爆炸物跟一个镐，跟一个镐镐。你有金镐没有？我是石镐哦，我的是只可以拿来挖原石的吧？金色的镐可以拿来挖那个红色的那个岩。我就是没有那个。第九个 hint。No， 这样我们先爬过上去看有什么东西喏。没有，那爬过上面没东西了，爬过上去你忘记了吗？哦，是吼。叫我们要怎样？我们又卡关了，各位。我找到新酒吧。OK， 第六一个是给那个 Kiki 拿了那个麦，然后就跟然后就走掉那个人。各位，我们回到来这里，发现这个门开了，然后结果这个 Emerald 家他妈的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我可以挖了，什么鬼 ？OK， 这里有两个 block of Emerald， 我看哪个先 push the button， we will open for you， OK， 帮我开啊，来啊，帮我开。哦，里面没有人。啊？因为他这个是门铃来的，你放弃。没有开啊？没有东西啊喂。You know the way. 我开你一关。OK，怎么回来这里？你是要放在这里？那你打烂这个，打烂还可以用了吗？要，不烂了。啊！开门啊！喂。他可以放在他，他自己讲啊，放在 M 的不？然后喂，你打烂了这个石头过他讲不？没有东西。那个石头啊，然后讲不？就是没有东西，没有讲东西。我也想他讲东西。讲，哎，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喂，我们就叫观众留言，我们讲解决那个办法。好的，就这样子了。观众，如果你们知道怎样破这里的话，就请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